好嘞，今天我们开车来到了一座废弃的地下停车场，据说这边藏着有一个非常可怕的生物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探索一下这个地下停车场吧。好嘞，我们可以看到这有个下地下的地方，我们下来看看这有什么。这是一个这是个电梯，不电梯，这是个破车库。我操，什么声音？哎呦！我操！我去，刚刚那个是安倍狗丝的灵魂，看来昨天他心花大开之后又来过来当一个小鬼儿。我去，这个人真的是，fuck！ 哎啊！我们又回到了这个地方，我们要跑，我们要找到一个逃脱的方法。有一个上楼的地方，是不是关门？开门！这是个机房。我找个开阔地，我就不信他能跳出来。来吧，我已经随时准备好了和你决一死战了。妈的，如果祖国遭受到侵犯，热血男儿当自强。小鬼子他娘的，给我滚出来！我不怕你。哎呀，我能走位。哎呀，我走位。Oh fuck！ 嘿。哦 shit， 我听到他声音了。哦，我操，我得赶紧走。别卡着，我操！随手关门，随手关门。这是死门，他妈！继续随手关门。这是哪儿？我上来了。好嘞，小鬼子，这次爷爷跟你拼了，你给我来呀、啊！